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观经释铁书，定善意。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四从时韦提西见无量下至着离以来，证明韦提实是垢环女执，不足可言，但以胜利敏加，彼佛现实德蒙捷足，斯乃续临晋国，欢喜无以自胜，今乃正睹弥陀，更亦心开悟人。吾从薄佛年下至及二菩萨以来，证明夫人忍领贺佛恩，唯物成疑，生于后问。此名夫人义者，佛经现在蒙尊家宴，得睹弥陀，佛灭后众生云何可见也。六从未来众生下至及二菩萨以来，名其夫人唯吾至勤，使同己见。七从佛告韦提下至当其想念以来，证明总告许说之言。问曰：夫人至勤通己为身，即至如来酬答，但值韦提不同身耶？答曰：佛身灵化，说法以斗机，不勤上至普弘，何论别子而不等批？但以文略故无兼为之心，必有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第七花座观，总的有19个小层次，啊，这是第四个层次。在前面3个层次当中，谈到这个韦提西夫人，啊，这个见到西方三圣，得无生法忍，证得往生的第一，啊。那么第四个层次就从韦提西，啊，见无量寿佛捷足着离这个经文，是正面阐述韦提西夫人她的身份是一个，啊，烦恼具足的，啊啊，慧执凡夫女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凡夫女人，她是没有足够的定慧功德力，来靠自己的力量见到西方三圣的，啊，那么她能见到阿弥陀佛，正是释迦本尊，啊，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徒世尊的力量敏加，啊，敏加持，才使阿弥陀佛出现在虚空，放出至圣的光明，这样就使得韦提西夫人才能见佛，才能够恭敬顶礼接足。
啊。那么这一段跟前面来看，到了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已经是第二次见极乐世界的情景了。啊，第一次是释迦牟尼佛光台啊现出十方刹土的时候，韦提希夫人见到极乐世界，特别标心选择往生之处是极乐世界，这就叫续临净国，欢喜无以自胜啊。那么第一次所见到的主要是衣报啊，见到衣报庄严，由于极乐世界全体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心称信而起的，超胜十方佛刹啊，所以韦提希夫人就啊非常啊欢喜极乐世界啊这个衣报庄严。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是见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四字，这是见到的是正报庄严。西方三圣现前放逐自身的光明，跟韦提希夫人有一种直接的照面互动啊，这种光明传达的慈悲摄受一切信愿念佛的众生往生净土，就使韦提希夫人这样的心打开了，信心打开了，悟证悟得无生法忍啊。这个悟人前面善导大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啊，不是啊这个登这个破无明以上的这种啊解行以上的无生法忍，而是信位的法忍啊，又称习忍啊、信忍、悟忍啊。好，第五个层次就是从薄佛言，这韦提希夫人就像见到西方三圣，得到了往生的利益之后啊，他就啊这个领贺了啊，临解啊，这个接受了阿弥陀佛的恩德啊，这个恩德具体体现在令众生决定往生净土啊，所以领贺佛恩啊。同时呢，韦提希夫人又有菩萨的种性，他自己得到之后，哎，他就为未来的众生来提问啊，未无成疑啊，发起后面的问题啊。他伯父您是世尊啊，我今因佛的故啊，我现在由于啊佛的力量加持，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及观音四字啊二位大菩萨啊。那么这个我现在有幸在佛的座下得加持见阿弥陀佛，那么佛灭度之后啊，末法的众生他没有佛现前的加持，怎么能够见得到阿弥陀佛呢啊，他就升起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疑问啊啊疑问。那就从啊第六个层次，从未来众生下至二菩萨以来啊，这个就是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这个经文表明韦提希夫人为末法的众生来请法啊，使未来的众生也能够得到像自己见阿弥陀佛证得往生的利益一样啊。那么这段问话啊，那这个韦提希夫人这种不仅自己得利益，也想到他人得利益的这种菩萨种性就显现出来。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种性，他对于净土法门这个大乘佛法的切入啊，才有他的相应之处啊。好，那么第七个层次就是
佛告韦提，韦提希啊，这个到响宴以来，这个经文是正面阐明啊，这个总告韦提希夫人啊及未来众生啊，这个允许啊，这个韦提希夫人这种祈请来说的这种语言啊。所以佛就说，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啊，就有这段经文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经文有人就问了，韦提希夫人啊，在前面所问的问话请法呀，是包括自己也包括未来的众生，那么等到释迦牟尼佛来回答的语言的时候，只是指韦提希啊，佛告韦提希，并没有啊把这个众生也并列上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经文呢啊，看看经文的理解啊，叫善意啊，善巧理解如来真实意啊，回答是。佛应化在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种种说法都是观机斗教啊，佛以大慈悲心来到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啊，约定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众生不去请，佛都以同体的悲心，尚且要普遍的弘扬佛法，啊，更何况韦提希夫人还特别的指出，啊，佛灭度之后的众生怎么能得佛的力量的加批得利益，啊，那这个肯定这个话里面包含着为未来众生的这个意识在里面的。但只是由于经文要概略，所以显得表面上文字没有，但这个意思啊，为未来众生啊得救的心是必定是有的。好，请看下面，看下面说文。八，从七宝地上下至花响以来，证明教观方便。问曰：众生盲暗，足想真劳，对目敏若夜游，远标近近，何由可惜？大曰：若望众生惑障，动念徒自疲劳，仰凭佛力遥加，至时属观皆见，云何作法助心而令得见也？于作法者，足行者等，先于佛像前，自心忏悔，发怒属造之罪，极深惭愧，悲泣流泪，悔过极尽，又心口请释迦佛、十方恒沙等佛，又念彼弥陀本愿，言弟子某甲等身亡罪重，隔障隔处身，愿佛慈悲施受护念，只受开悟属观之境，愿得成就，今顿舍生命，仰赎弥陀，见与不见，皆是佛恩力。好，请看这一段。好，第八个层次，从七宝地上啊，做莲花响啊，这个经文是正面阐述啊，怎么能够见佛的观想的方便。
那么狮子的问答啊，问这个众生呢、啊，这个无明，内心无明黑暗，这个充满着种种的妄念啊，这个内心啊非常的憔悴啊，主想争挠啊，也就是我们凡夫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乱想凡夫，每天你就不看东西，内心都是像沸腾的开水啊。由于这个妄想非常厚重，一些景物就是对着我们的眼前都见不到，就好像黑夜当中啊在游走，都看不到东西。这是众生的这种根基现状。那么现在要远标，要标出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那么样的清净的境界，要我们去观想，这是非常难的啊。那么这要靠什么样才能够观想得清楚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实实在在的啊。你就叫我们靠自己力量观想一个太阳，我们都很难呐 啊闭目开目啊，状如悬鼓的太阳都在啊面前，都很困难，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那样情景，怎么能观清楚啊？好，回答是，如果从众生的这个层面来看，确实是这样的，烦恼厚重，有极深的障碍啊，动念徒致疲劳。我们凡夫在这个六道轮转最大的这种病根就是念头啊，这些妄想念头就像急流水啊，不招自来啊，挥之不去，所以我们的内心身心就被这个念头所疲劳啊。于是这个心不清净的这种状态，怎么能够把这个佛像观想清楚，把极乐世界的境界观想清楚？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啊秘诀，就是养平佛力要加。就是这个观想十三观前面，你观想所有的，你离开这句，离开两土世尊力量的加持，离开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是不可能的啊。是由于有阿弥陀佛的愿力的遥啊遥加，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长极光土本土，他能够啊那个地方来加持我们啊，才能使我们属观的境界能够了了明白啊。所以这个观想，就是前面观想啊念啊观想观相全凭佛力啊。那么怎么样使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力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接纳得到？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观想佛像的行人，都有他发愿的时候就有这种愿力这个发生出来。现在作为这个加持的力量就在虚空法界，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有一种方法使这种加持力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体现的接纳了，我们才能够把极乐世界的一种庄严观想清楚啊。那就要做法，那做法首先从哪里下手？还是从忏悔下手啊。啊，这个忏悔一法是表明我们有很多的障碍
烦恼障、孽障、暴障，这些障碍要把它摧毁，要把它撤除，一定要靠忏悔法。啊，那么所以做这种观想的行者，首先要在阿弥陀佛像前，以至诚的心来忏悔，来发怒自己所造之罪。啊，这就要提高我们的一种内省的能力了。啊，我们做的每件事情，要反观哪些事情做的如法，做的不如法，哪些事情犯戒了啊，哪些事情啊不符合道德规范了，哎，这些都得要把它反省清楚啊，这种内省的力量，然后要有勇气把它发露出来。发露出来就是告诉别人啊，不能隐藏下去。那么我们凡夫的一个劣根性，就常常是优点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啊，缺点就要隐藏下来，不让别人知道啊，所谓隐私啊。他这个不让别人知道的这个罪过呀，他就像一个草的根在下面紧紧的啊扎根下来了，所以他就不断的滋生新的叶子啊。你发露就等于把这个草根把它挖出来，把它挖出来，在阳光底下它就枯死了。你不发露，它就在地底下，它就越来越有啊生命力了，你就越来越难办了啊。所以这个忏悔法里面讲发露啊，发露是要有勇气的啊，发露的人也就逐福欢喜的。再大的罪过，你只要有发露忏悔的心，都能摧毁。但问题，我们做不到发露就麻烦了，啊，或者轻描淡写，啊，这个东西都很麻烦，啊。好，那么发露所造的罪过，啊，这个时候要把大惭愧心升起来，惭愧呀。啊，这个对自己以往做的事情深深内疚，啊，发誓再不重造。啊，这种惭愧心真正触动内心深处，那是悲戚流泪呀，啊，就是非常悲痛啊，泪流满面。如果发怒，哎，嘻嘻哈哈，无动于衷，这都是忏悔的功效打折扣的。一定要出到痛处，很痛处啊！悲戚流泪啊，是忏悔啊得效果的比较好的现象。最好的现象，甚至流出血出来，那就更厉害了啊！所以这样悔过之后，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已尽，又要至诚的祈请释迦牟尼佛、十方恒河沙的这么多数量的诸佛啊，要祈请他们复念加持，又要忆念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啊，要心里思维、口里发出这种语言啊，要说出来啊，弟子某某啊，这个从生下来就无名黑暗啊，这个造作罪孽非常深重啊，于是与极乐世界亲近的这种境界本来是不割的，由于我这个孽障太重，就割得太远啊，完全割开了啊，所以愿释迦弥陀、十方诸佛慈悲。啊，以大慈大悲摄受复念我这个啊最重的众生啊，来止受啊，止受就是啊显明正观的方法啊属观之境，让我心地得以开明，能观的心和属观的境相应啊，这个使属观的境界了了明白在目前，这就是成就。
为了成就这桩事情，我愿意把自己的身心交出来，啊，无我的这种交托，舍生命，仰赎弥陀，仰赎就是仰信阿弥陀佛，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来处理，啊，那么在发了这样的心之后，这个七方净境见还是不见，都靠阿弥陀佛你来安排啊，见到了和没有见到都是阿弥陀佛的恩德力啊，这个能见有好处就让我们见，这个心还不清净很浮躁，见到了他还会增进我慢心，佛就不让我们见啊，见与不见都是佛的恩德力，哎，要有这么一个发心啊。哎，从中你看这个我们佛教特别大乘佛法，它这种忏悔法的建立的这种原理和方法，是极具有一种超越的宗教情怀的啊。前几天我有一个这个南昌的朋友，他也是搞学术，还是搞得不错的，他也在谈到好像中国人缺少原罪意识啊，不像西方人有原罪意识。所以我也在跟他讨论，我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是很有原罪意识的啊，一定会比基督教徒还更深广啊，就是我们在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忏悔业障里面啊，一个菩萨都的思维无量劫以来由贪嗔痴啊造作啊，放纵身口意三业所造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体相的话，尽虚空啊不能容纳。你说这种原罪意识，这种罪恶感啊，这种忏悔的这种心，是不是比任何宗教显得更为深广啊？但可惜的是，这种观念，这种忏悔的意识，在我们的社会、国民的社会层面，它没有推广，它没有变成他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就使得我们现在的国人的整体素质，没有一种忧患意识，没有一种强烈的内省的自责的这种心理，所以他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在外面去找原因，在外面去找原因，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他就会增加怨气，增加怨气，然后他就浮躁啊。那么我们的忏悔法、惭愧心是要念念向内心去找原因的，在自己这里去找原因的。那自己这找原因是非常对的，因为一切外境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是由我们的这种业力啊，被善恶业所熏习的这个业种子显现出来的。所以出现不好的境界都是自己的原因，他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我们就要从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业力、改变自己的念头下手。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们整个的内心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由于这样的一个观念、忏悔的观念，就能够有它的根基啊。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麻烦啊。包括这个上次有个这个大学老师也讲，现在的做母亲的教育小孩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啊，一个自己的小孩跑路被这个桌子撞了磕到了，然后小孩哭的情况下，他怎么办？这个做母亲的竟然是打那个桌子，哎，你怎么把我的儿子打这个弄呢？我打你啊！他打桌子，这个教育就很麻烦了，这时候应该你这个小孩撞了，你正好教育他，你以后跑路不要跑得那么快，怎么他不教育小孩，他打桌子，你就是你把我的儿子给撞了啊！这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一旦这个是很可怕的。
所以佛教的忏悔法是念念让我们回归自己去找原因，改变自己它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观想这个佛身，观想莲花座，首先要忏悔啊。哎，我们要把这种忏悔的意识贯穿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确实举心动念，行为造作，由于烦恼习气很重，虽然还在学佛，虽然也信因果，但是烦恼来了还是身口意在造恶业。但是造了不要紧，造了要反省到，要马上改，要忏悔啊，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我们要把这个转过做。哎，好，好，请看下面。道此予矣，更服自心忏悔尽矣。即向近处，面向西方，正坐家夫，一同前法，即助心矣。徐徐转心，想彼宝地，杂色分明，初想不得乱想多尽，尽多极难得定，为观方寸一尺等，或一日二日三日，或四五六七日，或一月一年二三年等，无问日夜，行住坐卧，身口意业常于定和，为万事俱舍，犹如失意聋盲痴人者，此定必及易得。若不如是，三业随缘转，定想逐薄飞，众尽千年寿，法眼未曾开。若心得定时，或先有名相现，或可先见宝地等种种分明不思议者，有二种见：一则想见，悠有知觉故，虽见近近，未多明了；二则若内外绝灭，即如正受三昧，所见尽尽，即非想见，得为比较也。好，请看这一段。好，这个说完了啊，成熟的忏悔的这种语句之后，下一步又要以至诚心啊，这个忏悔啊，更服自心忏悔，这种忏悔的意识一定要触及到灵魂深处。好，忏悔这个法做法做完了之后啊，心肯定像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的啊，就比较清凉了。这时候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做观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观想都要面向西方啊，这也是我们啊，无论是念佛还是打坐的一个仪轨啊。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有的故乡，是我们的归属的地方，是值得尊重的地方，所以一定是处处要面向西方，不要背着西方啊。所以我们即便是坐也啊，至少要避免背着西方坐，能够面对西方坐最好啊。好，正坐，正坐就是正实的知识，家夫坐就叫正坐。一如前法啊，一如前法就是在日观想里面就把这个观想的方法的这种威仪啊，助心威仪做了个介绍啊。前面都讲过了啊，它主要还是家父坐
啊，先 右脚放在 左脚上啊，这个左脚放在右脚上啊，然后呢这个左手啊安在右手上，左手安在右手上，这就接弥陀印啊，这个身要振作啊，这个牙齿嘴巴不要张开啊，然后舌尖要顶着这个牙龈啊，牙龈顶着牙龈，使自己的呼吸，咽喉鼻中的呼吸，这种气能够贯通啊，这就是做的方法了啊。这个家夫坐啊，盘腿坐啊，实际上很好。除了我们说观想念佛打坐的时候这样做，平时我们如果看书啊，用这种姿势坐也很好。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一盘腿起来之后，这个血流就在上半身进行循环，哎，它就能够减少心脏的压力。如果你是啊悬着腿坐啊，这个腿放在下面呢，那全身的血液你要流到脚部去，它就显然增加了很大的长度啊。所以我们常常就平时啊坐在那里看书什么，你用这种盘腿坐的形式啊，它也是啊对于我们的大脑的充血，血液的充分都有好处。因为你要提高记忆力理解力，你血液一定在大脑的神经元比较充分嘛，营养比较充分才比较好嘛。如果你要下面还要输血，上面输血，它就分散了它的能量。你把它一盘起来，哎，就到上面来了，啊，大家可以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啊。好，那么这种坐的方式能够使心稳定下来。然后心稳定下来之后，一般天台家他会讲啊，调身呐、啊，调息呀、啊，调心呐、啊，慢慢子啊调好，调的心比较啊静定的时候，就徐徐的啊把这个念头啊在做观想啊，观想极乐世界的七宝地啊，先观想宝地啊，这个地平如掌。啊，非常广阔，那个宝地黄金为地，有种种珍宝，这个排列组合，它的种种珍宝有种种不同的颜色啊，分际分明啊，你的从地想起，因为这个莲花它是在七宝地上安放的莲花，所以它跟宝地都有关联了啊。那你初步想的时候不要乱想啊，不要乱想，就是你要按照观经里面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去想啊，而且呢不要想很多的境界，先想一个境界，因为观经它十三观里面啊依报和正报都有很多境界，所以你先标定一个境界去想，你境界多了啊，我们的心本身就很散乱，你所系缘的境界又很多，那就难以得到这种境地啊。境界不能太多，就观想一境，这个一个境界开始也不能观得太大，先观小一点啊，微观方寸一尺等啊，一尺左右这样的一个像小小的屏幕，你就这样的观。如果一下放大了，又心又把持不了啊，大家可以试试。你可以比如说早上念楞严咒，念楞严咒其实那段楞严咒前面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顶上放出啊百宝光，光中又有莲花，莲花又有化如来，又坐在上面，化如来顶上又放出百宝光，那个光又是遍照十方世界，又有这个金刚啊，这个持着金刚杵啊，这个，哎，你就光这个，你试试看
它也有几重，先是佛放顶上放光，再有莲花出来，化如来又在莲花，莲花顶这个化如来顶上又放光啊，光又现出金刚力士啊，青山赤楚遍十方界。哎，你观想这个，哎，挺有意思。你如果观得太大，佛像观得太大，还不容易把握。你先观想佛像小一点，莲花小一点，哎，这几个层次还能够相似的把它观出来。啊，等你这个相似的观想的小的境界慢慢慢慢子把握性大点，再放大一点啊，佛像大一点，莲花大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啊，这是这个境界的问题。时间上啊，时间上就是这就要锲而不舍，不能没有观清楚就算了，没有观清楚你咬定青山不放松啊，或者一天或者两天或者三天还不清楚，四五六七日啊，乃至于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咬住它啊，这些反应你要观想七宝地，观想七宝莲花，它不是那么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的乱想，我们的障碍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修行呢，有时候就得要有这种韧劲啊，不管日夜啊，行走坐卧都在想这个境界，都在想这个境界，啊，这样身口意三业的这个力量都凝聚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就有点细心一处了。细心一处本身就是静锐禅定的功夫嘛，哎，这样就常常会跟这个禅定啊静定的心就吻合啊。那这种吻合就是啊万事俱舍。你真正要把这个观想要做这个功夫，你不能有很多的杂事啊，这个今天要办这个事要办那个事啊，这个不行，要万事全都放下啊，这个就像禅盒子参画图啊，参来参去啊，为什么禅宗道上参的那进你就油瓶倒了都不要扶，这是对人家参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可以不要扶啊，如果你不是参画图到那个角色状态，那你不扶你不是啊浪费常住的财物吗？那是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啊，万事俱舍，犹如失意。失意什么？失意之人，哎呀，去考试科举考不上啊，落地名落孙山，这是万念俱灰啊，要有万念俱灰的心，不能太佛悦，不能琢磨着啊，今天干那个事明天干那个事，那都不行的，虽然是好事都不能琢磨啊，万念俱灰啊。聋盲痴人，聋就是聋子，就是听不到什么声音的，就听而不闻，不放在心里去啊。这个盲就是不见啊，视而不见，心都不被这个外面的景物声音所牵动，他就心就定了嘛。痴人像愚痴的人啊，没有想法的啊，呆呆的傻呵呵的啊，所以那个修行到那个程度真的像傻瓜似的啊。但是你要不要说你傻瓜，你又生烦恼了生气了，傻瓜就傻瓜嘛啊，大智若愚嘛啊，最后冷灰里面爆出一个热豆子，这时候就成功了嘛。你不先死大死一番你是活不过来的，所以叫死去活来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都不像古人，古人做这种大事因缘，那都是要大死一番的，死去活来的，啊！哎，这样的精神啊，去修这个观想，这种定啊，就一定会能够容易得到。如果不是这样，啊，如就是你又不能放下一些事情
不能万缘放下，不能万念俱灰啊，不能是没心没肝的啊啊。这个世间人讲那些傻呵呵的人，就没心没肺的人，没心没肺的人是好事啊。就怕碰到什么事情就琢磨着啊，心机很重啊，烦恼重重。这种人可能在世间法觉得哎，他很有心机，但是很难修道的。修道人还是要单纯啊，没心没肝的样子。哎，这个孔子讲这个废心用行呢，废掉这个心呢，我们的心碰到什么就在分别，你把这个分别心完全废掉它啊，但用这个形体，反正随缘要做什么就用这个身体去做什么，做完了就拉倒啊，不放在心上。哎，这样可能我们无论念佛观想参禅还能够上点轨道啊。如果分别心太强啊，都很麻烦啊。这个所以这样就会身口一三业就会随着外缘去转啊，这身口一被外缘所转，你一定是这种无明妄想就波翻浪卷了。这个心海啊，内心像一个海一样的，这个海水就翻卷了啊，说不准烦恼很重，无明风刮了十二大级啊，十二级十七级那成了海啸了啊，海啸不仅淹没别人，自己也淹没下去了啊。所以这样的你纵能用一千年的寿命啊来修行，你都没有办法开法眼，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做功夫的心态啊，可能平时我们也没办法这种心态，但有时候净土法门让我们克己取证的时候啊，闭关十天、二十一天、四十九天、百日，包括以后有机缘去闭关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万事俱实、万念俱灰啊，不闻不见啊，就像傻瓜一样的，你就专门对你对境，对一个境，或者你要观想的境界，或者这句名号。啊，好，如果这个心定了，其实这些境界啊，这个属观之境都是我们内心具有的啊，阿弥陀佛成就的，只是我们的内心心水浑浊啊。现在只要心水静定下来，哎，马上就有明相显现出来啊。名相显现，或者啊，可以先见到七宝地等等，啊，西方极乐世界一宝庄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就会随着我们的心静定下来显发出来，啊，那么这个见有两种见，啊，一则是想见，想见呢就是有知觉，啊。有知觉是什么？有能知属知，能觉属觉，还是在对待里面啊？虽能这种有能属的知觉想见，虽能见到极乐世界清净的境界，但是由这种能属的心，主客体的心在这里，它切都不了实相，所以它都是不是很明了的，依稀仿佛雾中看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未多明了。如果这个能觉属觉都灭了，能属一炉了啊，就切入到正受三昧啊，这个在那种实相状态当中是无知的啊，你有知有知觉都是在心意识的范围当中，在那种自信实相层面是无知觉的，但无知觉这种体是无，它的体性是无知觉的，但是它起用又能随着它的缘境又能够产生它的知觉啊，叫做无知而无所不知。
我们凡夫众生是有知，就一定会有所不知，啊，圣人他首先切入到无知，才能够无所不知，啊，所以我们无论持名观想啊，这个主客体消明，就切入到正受三昧里面，啊，这就是不二的心性，啊，在不二的心性，这时候他称性所见到的这种极乐世界清净的境界，就不是有能有所想见的这种啊这种境界所能比拟的了。啊，好，请看下面。九，从令其莲花下至八万四千光以来，证明宝花有种种庄严，皆有其山，一名一一花叶被众宝摄，二名一一叶油众多宝脉，三名一一脉有众多光色，此令行者助心一一想之，悉令心眼得见，既见花耶矣，次想花间众宝，次想宝出多光，光成宝盖，次想花台，台上众宝及诸王等，次想台上四座宝床，次想床上宝幔，次想幔上宝珠，光明杂色，遍满虚空，隔现异象，如是次第，一一住心不舍，不久之间，即得定心，既得定心，彼足庄严，一切显现因之。好，先看这一段。好，第九个层次，从令其莲花啊到八万四千光以来，这段经文啊，正是正面阐明这个七宝花所具备的种种庄严啊。这庄严分为三个方面加以描述啊。第一是谈这个花叶啊，这个前面讲到这个莲花有八万四千叶啊，那每一个叶每一个花叶都具有百宝的颜色啊，就是这个叶子也是由几百种珍宝合成的，每一宝有一种颜色，所以有几百种珍宝的颜色在那里啊交生啊富集啊，这就这个叶子，每一个叶子就非常的啊光和色啊就非常的富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描述这一一的叶子又有八万四千脉，就是那个经脉啊，八万四千经脉，这就是它从啊很宏观的前面到慢慢的中观微观，哎，都是谈八万四千的问题啊，八万四千脉。好，第三个是描述这一一的莲花脉又有八万四千种光和颜色啊。那么这个光和颜色它又组成了一个天然的图案啊，它不是杂乱的，就像一幅非常妙曼的图画啊。好，这三个方面
你都得要了解清楚。那么观想的行者就在这个叶啊，每个叶子的百宝光色里面，在每个叶子的经脉里面，在每个叶子经脉里面八万四千光所组成的图案的这个境界上来注心啊，来标心细想啊，叫一一想之啊。这个我们只是在这里介绍，实际上我们都很惭愧，我们是想不出来的。八万四千光，这个光八万四千色，连八万四千光我们都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七色光的概念了。啊，所以这里它是确实要这个定善观想啊，我们散心都只是在概念上了解一下而已啊。那么你要把这个八万四千叶、八万四千光、八万四千脉、八一脉的八万四千光色要想清楚，细住自己的心。那如果有这种水平，那我们的内心清净的眼呢都能打开啊。所以一一想之，就能令心眼得见。心眼就不是我们的肉眼了，我们讲第三只眼了啊。好，那么见到这样的七宝莲花的叶子之后，好，再要次第的就按照前面想啊，每个叶子之间又有多少摩尼珠王来做装饰啊。那么再进一步想，这个摩尼珠王每一个珠王的宝珍宝里面又要放出多少光明啊，这个光明又化成了七宝的花盖啊。进一步想，这个啊，这个莲花台啊，这个莲花台又有很多的珍宝合成啊。那么莲花台又有妙珍珠王啊，那么莲花台上有四根那个宝床啊，宝床那个宝床都是很体量很高大了，那个高大啊的情况也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出来百万亿须弥山那样的相加的高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床上又有宝幔啊，各种珍珠锥成的宝幔覆盖在这个床上啊。那么进一步想，这个宝幔上的种种的妙珍珠的啊，就是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它又放光啊，这个放光呢又有种种奇妙的颜色啊，这个光又能够辐射在虚空上去啊，这个光在虚空当中又能变现出很多奇特的这种景象。哎，那么这些就按照这个次第一一境界观想明白啊，细心不舍。好，不久之间你这样去想，就能得到禅定的心啊。得到这个静定的心之后，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依报庄严就称信都能显现出来啊，应该知道这一点啊。好，请看下面。从寥寥以下遍观尘相。十一，从花叶小者下至遍伏地上以来，证明叶叶有种种庄严，皆有其六。一，名花叶大小；二，名花叶多少；三，名叶间珠印多少；四，名珠有千光；五，名一一珠光变成宝盖；六，名宝盖上照虚空，下伏宝地；十二，从释迦毗陵伽耶
下至以为教师以来，证明台上庄严之相。十三，从其台上下至妙宝珠以为印石以来，证明床上庄严之相。即有其事，一名台上自有四床，二名床之体量大小，三名床上自有宝幔状似天宫，四名床上自有众多宝珠辉光映视。好，先看这一段。好，这个善导大师对这个观经的这种啊注解呀、啊、是极为详细的啊，这个所以他就我们看他是啊基本上每个经文他都有解释啊。那么第十个层次，从寥寥以下遍观成就，就是前面讲的啊次第观想的境界寥寥分明啊，就是不是依稀仿佛的，不是含含糊糊的，不是雾中看花的，是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常常用比喻啊，这个净土经典常常对这个寥寥分明常常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拿着一面镜子啊，看自己的面相一样的清楚，你这样就叫寥寥分明啊，不是我们隔了啊啊，很啊，几百米之外看一个人的面孔啊，只是看到一个人的形状，他的五官的样子都看不清楚，那不叫寥寥啊，寥寥分明，好像一个有天眼的人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看自己的面相一样，那你说这种寥寥就更不得了了啊，而不是一面有灰尘的镜子啊，是明亮的镜子。好，大家这样，所以这个寥寥分明是很不简单的啊啊，而且是都要看得见啊，一景物啊，这个次第过来不会有遗漏啊，这就表明你这第七观成就之相，也就是说你达不到寥寥分明接近得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都是还不是成就之相啊。好，第十一啊，这就谈花叶啊，花叶小者只遍地地上，这个经文以来，这是正面阐述七宝莲花这个每个叶子它有种种庄严啊。那么对这个叶子的庄严有六个方面来展开描述。第一是描述这个莲花的叶子的大小面积，它的大小是纵广250由旬，也就是用小由旬来看也都是一万里，那个莲花的光那个叶子有一万里。那么第二个是描述这个叶子的多少啊，这叶子有84000叶子啊，莲叶。第三个是描述这个叶子之间啊，又有很多的珍宝来装饰，这个珍宝有多少呢？有100亿摩尼珠王，有100亿摩尼奴役珠，是最好的珠，最好珠里面王是最好的这个珍宝，来装饰这个摩尼珠又有光嘛，来装饰这个莲叶。好，第四个是表明这个摩尼珠王它每个摩尼珠都能放出1000道光明，千光啊，
那你说一个珠子有1000道光明，它有100亿个这样的珠子，那你说它的光明度有多少？啊，所以你就看一个叶子，它的光明炽盛程度都是超胜我们地球的太阳的啊10000000亿倍都没办法去跟它比况的，一个叶子的光亮。啊，第五个是描述这个一叶摩尼珠光，它放的光还不是单纯的放光，啊，每一个珠子放1000道光，是100亿个这样的珠子，啊，放的光，那就是非常富丽辉煌的啊。那么这些光又能变现出景物，它能够变成七宝花盖。啊，就是宝盖，就是这个在佛头上啊，作为遮覆啊庄严的这样宝盖。啊，那么第六个是表明这个宝盖啊，因为这个光它不仅仅是弥漫性的，光能形成一种形状啊，这个形状就形成了七宝花盖。这个七宝花盖它的光的弥漫性，首先是照在了虚空啊，然后这个宝盖它的是要朝下的，所以这个宝盖又能覆盖在极乐世界的宝地上啊，所以上照虚空，下覆宝地。好，第十二个层次就是从释迦毗尼耆下至以为教师以来啊，这是描述这个莲花台的庄严之相啊，这个莲花台啊，13就是谈这个台上啊，莲花台上面啊，这个以妙真作王教师这段经文啊，是表明这个莲花台这个四柱宝床的庄严之相。这里分4个方面都来看啊。这个前面讲莲花台，它是这个也有80000个金刚赤色宝，还有种种的梵摩尼宝、妙珍珠王来庄严这个台啊。这个台呢，台上，哎，它就有自然有4根宝床，啊，这个床上庄严之相，它有4个方面，啊，就是莲花台上，法尔自然的这个自由，就不是说我们非要在这个台子上就安4根这个宝床，它就是法尔自然的就有4根这个宝床显现出来。啊，那么第二个是表明这个宝床的体量大小，啊，它的体量就很大，这个宝床的体量就是这个像柱子一样的这个体量，是10000000亿须弥山那么高。须弥山，我们这个一世天下的中心须弥山是84000由旬，84000由旬乘上10000000亿这样的数。那你想想这个是多少由旬啊，那说明这个莲花座还真的是报身佛所坐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床上体量很高啊。那么第三是说这个床上自有宝幔啊，自有宝幔就是也是法尔自然的这个宝床上有这个啊，这个种种珍宝啊，宝珠堆成的幔啊，这个幔呢就好像形状就像夜摩天宫的啊，这个因陀罗网啊。那么我们常常用因陀罗网作为一个比喻，因陀罗网是说这个夜摩天
夜摩天的宫殿，天王宫殿，它有一个网来庄严遮覆，这个网有1000个摩尼珠，每个珠子又含摄其他的珠子的信息，表明重重无尽。那么这里看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宝床的这个只是相似于夜摩天宫的因陀罗网，实际上它的这种殊胜程度，它的数量就比夜摩天宫又多得太多啊！所以用我们能够还能够想还能够想象一下的夜摩天宫因陀罗网来比况这个宝床上宝幔啊，它就是啊无量的数量的这个珠子堆成的啊。好，那么四就阐明床上自有众多宝珠啊，就刚才讲夜摩天宫是1000个珠子，然后这个宝床上的这个装饰的宝幔的珠子有500亿微妙的宝珠，500亿颗这样的珠子合成的，所以它就啊完全不可等量器官了啊。那么这个宝幔上的500亿个微妙的宝珠啊，它用微妙就是这个宝珠是十方世界净土当中最好的宝珠啊，合成的这个宝幔。它每个珠子又能放出很多的光啊，光光互相辉映，色和色不同的颜色互相的排列啊，就是真的是我们这种凡夫的心量想象力是很难想象的清楚的，很难想象清楚啊，这个我们的心太粗糙了。所以为什么以后啊善导大师会讲啊持名的重要性呢，就是心出警性，我们能观的心太粗糙了，属观的境界太细了，细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程度啊，我们怎么能想象500亿个摩尼宝珠是什么情况呢？500亿个，然后每一个宝珠又能放出数千道光明，这500亿个宝珠所放出的光以及它的色是怎么样的辉光映射，我们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限量清正浓啊，辉光映射。好，请看下面14，从一宝珠下至施着佛事以来，证明珠光有不思议德用之相，即有其五。一，名一珠有多光；二，名一光各着异色；三，名一光色便于宝土；四，名光所至处各着一种庄严；五名或着金台珠网花云宝月遍满十方；15，从四为以下总结观明；16，从佛告阿难下至比丘愿力所成以来，证明花作得成所由。好，先看这个第14个层次，这个对一宝珠到施作佛事这段经文啊的一个注解。这段经文是正面阐明这个摩尼宝珠的光具有大不可思议的德用之相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所以称这个愿心所显发的这种七宝莲花，它的从上到下从里从表到里的种种的景物，它也是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它由这个
这个度化众生的作用在里面啊，所以它是德用之相。德首先是内责于己，然后这个德又能够恩泽外人，在这啊有这个功能。好，所以这有啊五个层次来阐述。第一呢，是表明这个五百亿个这个珠子啊，每一个珠子都能放84000道光明。啊，那每一个珠子有84000光明，那么500亿个这样的珠子该有多少光？啊，那么第二是阐明这个光，啊，光又能够变现出颜色，啊，这里你看他这种由心回转，称性而起，真的是大不可思议的。我们会想是这个一种光一种颜色了，对应的了，但是这里不是，它是一种光能够变现出84000种不同颜色，一光里面显出84000不同的颜色，啊，就是各着一种金色，啊，而且这个84000种还就是黄金色，就在这个黄色里面显出了84000种不同的黄色。你看看，啊，好，第三个是表明这个一一光色又能够普遍的啊弥漫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全景啊七宝地面上。好，第四个是表明啊这些光明啊遍满西方极乐世界的整个的宝土，它数到之处又能够显现种种不同的景物来庄严它所在的那个区域，做种种庄严啊。那么第五是阐明它所做的一种庄严，这里显出了四种啊，一种庄严就是奇异的很多种的景物的庄严。这些景物提出几人，第一座金刚台啊，金刚合成的宝台啊，来庄严啊，放在那个地面上啊，或者变现为珍珠王啊，就是各种珠子合成的王来覆盖在或者宝树上或者虚空上啊，啊，这个珍珠王也是光所显现变现出来的。再就是杂花云啊，就是种种不同的花啊，无论是树上的最下的啊树花，虚空下来的花，这个花像云聚在一起，也是这些光变现出来的啊。再就是宝月，就是悬处在虚空的种种乐器，也是光变现出来的啊。哎，所以这样的一个一光色，它变这些啊，金刚台、中州王、杂花云、宝月，它都有教化众生的作用在里面啊。前面我们啊谈到这个啊这个串讲的时候啊，这个也谈到，你看到金刚台就能够领悟到如来所成就的果觉，看到妙珍珠王啊就能够想到我们的心地的众多的法门啊，看到杂花云就要想到菩萨万恨的因行。哎，这些景物都提醒他怎么去啊这个念佛念法念身，怎么去修菩萨道
啊，宝月呢，它能够显出声音，宣说种种法音。啊，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一方面是能够景观非常好看，啊，更重要的它是度化众生的一些善巧方便。啊，这些都是由这个光色来完成的。那么光色为什么配合的这么好？它能恰如其分的变现这些景物，说明这些光色也能够了解往生者的内心的这种需求，根据众生往生者的需求来变现这些景物，来作用于这个往生者的修道，啊，而施舍的，啊，这就叫啊施作佛事，啊，怎么叫佛事？啊，这个往生论著说，开足众生烦恼于泥中的正觉莲花就叫佛事，就是把这个在禅如来藏啊，从众生的烦恼当中显发出来，让他成就啊，成就自心的佛果，这就叫施作佛事。所以你看这些诸王显现的光色，种种的变现的景物，都是一个目的，施作佛事，不是简单的一个景观欣赏而已。好，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好，请看下面。啊，对，这个还有遍满十方，这个还有十五啊，这个从四为以下总结光明啊，总结光明就谈啊，这个是啊，这个什么观的名字叫花座观啊。十六个层次就是佛告阿难，阿难下之比丘愿力所成以来，正面阐明这个莲花座得成所由。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莲花座这么富丽辉煌，庄严无比，施作种种不可思议的佛事，它是怎么来的？啊，这里追溯到阿弥陀佛的因地，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然后在果地上，就是他成佛之后就自然显现的这种力量所成就的。啊，那么法藏比丘啊，为什么会发这个愿？啊，他发这个愿在《天经菩萨往生论》里面有一个记诵，谈阿弥陀佛这个八种庄严。八种庄严首先就谈做功德，啊，无量大宝王，微妙净花台。啊，法藏比丘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啊，所有的刹土，因为他发愿都要先去考察。啊，也是四自在王如来的加持，令他看到他方世界净土之相、秽土之相，这种啊善善恶恶的这个业因，在那种依报庄严的对应关系，让他选择精华，并其不好的来发自己的大愿。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就看到他方世界的很多佛成佛的时候，他所做的地方不满意啊，不理想啊。比如像释迦牟尼佛，他是坐在草上，吉祥草上成佛的啊。吉祥草上成佛啊，悟证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也成佛了，但是由于他坐的这个是一个草，让他人，让外道生不起一个真上的信心、真上的好药啊，所以由这个他觉得不理想、不完满，所以就发愿：等我成佛的时候，我所做成佛的宝座是无量的啊大的珍宝之王啊，这个来庄严我这个清净的莲花台。所以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上的大愿啊，在果地上的实现啊。所以
我们说莲座得成所由是愿力所成。啊，那么这个莲花座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多加一份注意。啊，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拿着莲花来接引我们的那个莲台，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阿弥陀佛愿力，他也要跟他要以普度众生啊为终极关怀呀，而且是生佛同体呀。他不可能说我做的作为是我的愿力所成啊，其他的这个莲花座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啊，他也不可能这样，也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啊，哎，所以这个莲花过来之后，我们的神识到的莲花里面，这个莲花就有不可思议的德用在里面了，啊，就是很快就转化我们凡夫的气质，包括我们的身心状态，就成为佛的那种身心状态，啊，是安立我们法身慧命的玄妙的宫殿呐，啊，那里转化的功能非常大。你看我们这个世间是一个这么丑陋的啊，这个身心啊，当然是神识过去，那个神识是有我们多少的业力在里面的，是有多少要下三恶道的信息在里面的。然后到了那个莲花里面，哎，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或花开，或马上花开，或下品下生是十二大劫。但是你只要开了之后出来的身相，就是佛的身相，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伸，哎，就从莲花里面你自然出来了。你看它就转化的功能很大了，啊，所以我们想象，哎。这个后面也会想到，要观想，还有一种很殊胜的观想方法，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坐莲花开想，坐莲花合想，当花开的时候，有佛放的五百光来铸造，哎，哎，这种观想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单纯一点啊。这个《净土圣贤论》也记载，唐代有两个比丘做这个观想，观想成了啊，莲花开合啊，最后欲知实事往生的啊，啊，所以啊，我们由啊由这个莲花座，我们也得想象阿弥陀佛所做的那种无量大宝王的莲花座是愿力所成，我们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莲台也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啊。要举一反三啊！好，请看下面。十七，从若于念彼佛者下至，自见面相以来，证明从显观仪，如前次第住心，不得杂乱也。十八，从此想成下至，生极乐世界以来，证明结观成相，即有二义：一名除罪业，二名得生业。十九，从着世观下，啊，着世观者下至名为邪观以来，证明变观邪正相。斯乃花衣宝地，夜间奇珍，台楹四床，光施佛事。上来虽有十九句不同。广明花座观境，啊，好，这个十七个层次啊，就是啊，这段经文若于念彼佛者下至自见面相以来，这段经文还是比较长的了啊，是正面阐明啊，重新啊来显发观莲花座的仪轨啊。就是像前面所描述的啊，次第不能杂乱，不能啊，应该后面观想的移到前面，这都不能，前后有次序的来细心观想啊，这个前后次序不能杂乱，啊，不得杂观。那么不得杂观怎么观呢？比如说啊，一一业先观业。啊，业中有诸，一一诸啊，诸能放光，一一光啊，光能变现台，一一台
啊，台上又有床，哎，这些都很分明啊。这分明到什么程度，也是一个镜，就好像你从镜中自见自己的面相一样的清楚啊。好，十八就是慈祥诚实下至生极乐世界以来，证明节观成相啊，就是啊，这个你观想这个观想，怎么表明你是成就之相呢？啊，那么成就之相就体现在具体体现得两种利益啊。第一种利益就是你观想花作观，在彻底意义助心观想清楚之后，就能除掉啊，忏除掉五万亿劫生死之罪，除罪的利益。第二个是你能够观想这个七宝莲花分明，你一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生的利益啊。好，最后一个十九呢，就是啊，着事观者名为邪观，就是正面阐明啊这个观想的邪正之相。观想邪正就是你按照这个观就叫正观，不按这个观就叫邪观啊。你邪正就是你是不是按这个观经佛俗讲的去做，所以这个从邪正的这个判别里面，这个净土法门无论是观想的这种次第，包括对境啊，以及他所有的修行方法理路，都在依佛的圣言量才叫正。如果你都有人，哪怕是一个很知名度很高的人，他自己想出了一套东西啊，一套规啊，这个章程，这些都是邪的啊，因为这是一般世间的人乃至菩萨都想象不出来的，也不能去想象的，一切按照佛的这种圣言量去做就叫正啊。好，那么前面就是啊，这个七宝莲花是依照净土的七宝地来安立的，那么七宝莲花它也有八万四千叶，叶子当中又有啊多少啊摩尼珠王来装饰啊，那么莲台上啊又有啊四柱宝床啊，这个宝床体量非常大啊，宝床上面又有宝幔啊，种种妙珍珠王的宝幔啊，宝幔这个珠啊，珠子又能放光，光又变现种种的景物来广施度化众生，令众生觉悟成佛的佛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次第过程，确实不是我们心意识所能够想象的啊，这叫超过数量啊，是我们啊是清净的心称信而起的这样的一个一正庄严啊。虽然我们现在还观想不清楚，但是我们努力的去做，哪怕你朝这方面去做，哎，都有功德啊。所以这个清凉国师说，你就观想华藏世界一正庄严，都能有破无明的这种功德在里面。那为什么破无明？确实无明破了，这些东西才出来了。只要有无明，我们都出不来这些，这些都是称和法性而起的东西，一定是破无明的状态才能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啊，我们去助他，对于我们以真如熏习无明，使我们啊无明烦恼的淡薄降伏，都有很大的作用啊。所以上面虽然有十九句啊，十九个层次内容展开的不同，但是这是广泛的说明花作观这个内容已尽。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